是啊，就开始不一样的，发展不稳定，都很，时间肯定是不稳定。没买房出来，他房一定不会不稳定，都得说，啊，就这，就是暑假学生，然后就是那个说暑假学生不稳定，不，也多花钱，再不买房出来，有生活费，再加上那个又是，那以后都是这个样子。그래서 저희는 수술을 받으면 좋겠네요.